就一定不是废话。好，那个。我们刚讲，其实自己在问一个问题，叫比值。什么叫比值？像数学叫比值。A 与 B 的比值是什么？来 ，A 与 B 的比值是什么？同学。啊。A 与 B 的比值是什么 ？A 与 B 的比值是 A 与 B。谁知道什么是 A 什么是 B 啊？不管了，就 A 与 B 的比值啊。然后我们都是啊，不就 A 比 B 吗？是 A 比 B。对啊。错。不能这样子。是 B 比 A。什么是比值？哦，它是一个就是个数字。一个哦，那它应该是一个分。啊，谁分是谁？A 分之 B， 他比他，错 ，B 分之 他 ，B 分之 A 是等于 A 除以 B，OK，A、okay? 比 B 的比值就是 A 除以 B， 懂吗？嗯。比值是这个意思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冠廷有在听吗？确定有在听？要确定，确定。好，能量与时间的比值是什么？能量与时间的比值是什么？哎呀，冠廷是什么？能量与时间的比值是什么？怎么写？能量与时间比值 ，E，T， 不要写 E 啊，写 W。能量与时间比值什么？时间跟温度的。什么？我们刚刚讲过 A 与 B 的比值是什么？啊 ，A 与 B 的比值是不是 A 除以 B？ 能量与时间的比值，所以是什么 ？T 分之 W。啊 ，T 分之 W。有问题？老师，你在讲哪一题？我在讲其中一题，这是公允的部分。我本来应该讲公，没关系，但是刚刚那个志宇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就先讲。公允啊，可为什么没有那一张？有啊，我只有那个哎，动的未能看的那张。把老张发给你啊。Win 八吗？啊？六六。六。对，第六周了吧？好。哎，那不是写完了？这东西是什么？对，写完了。如果你现在不会，才会奇怪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难怪你觉得怪怪。好，这东西怎么定义它？这东西怎么讲？能量与时间的比值，我们用另外一个定义的说法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？时间分之能量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意义是什么？每单位时间所有的能量。说什么？说产生中的。说增加。不要害怕，我这问题有一种。我在想。OK。说增加或减少的能量。OK， 每单位时间所产生的能量，或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功，或每单位时间所消失的能量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是每，有些同学会习惯讲每时间哈，没有什么叫每时间哈，每单位时间记得，因为这单位有可能是秒，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分钟，有可能是小时，所以是每单位时间。你如果不想听，可以写你的学习单，不用那么发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谢谢你哈、哦。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功，好，
这个东西它定它的单位是什么？我们定义它，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工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？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工叫做功率，叫做功率，功率。好，功率这个率很重要。通常这个率代表什么意思？频率、次数、效率，就是次数啊。率通常跟时间有关系。每单位时间。对，通常这个率就是每单位时间的意思。好，那 OK， 那不就，哦，可以把那个切开，然后再转过来就会后。就是。哎呀呀呀，就是这是中文的部分嘛，功率，好，或者我们有时叫做等号，所以等号等号所做的功，哦，没有没事，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功就是功率，好，功率通常跟会把它除以时间，好，产生率。我不过你说这东西的产生率就是每单位时间的产生多少，增加率就是每单位时间的增加多少，这样懂意思吗？ OK， 但几率的几率不一样，几等一下，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几，我想看怎么讲几，每单位时间所记录的等于几率，谢谢你啊。OK， 哇塞，好功率，哇哦，这是功率的单位叫 P， 安静 ，P 啊 ，power， 说这个人很有 power， 他每单位所做的功很多，这东西没有 power， 他所做的功很小 ，OP 啊 ，power 的单位就叫瓦 ，W， 这 W 是瓦的意思，又不是我们讲 volt 不一样嘛，就是瓦。那单位就是瓦，几瓦几瓦。比如说一个吹风机，通常来讲它是它1000瓦，1000瓦什么意思？1000瓦。每单位时间可以产生的能电，所做产生的多少？我刚刚讲的数字的。每单位时间。数数。而且是每什么时间？我讲的这个东西是1000瓦，什么叫1000瓦？这个吹风机是1000瓦，什么叫做1000瓦？每秒产生1000，要。OK， 非常好，每秒产生1000焦的能量，就是1000瓦。冠廷，你要去哪里了？抱歉，我失神。我让你失神，一直在失神啊。失神。好、哦。失神。尽量 focus 好不好？尽量 focus 好不好？所以，1000瓦的电器用品，简单来讲就是说，每秒钟它可以做1000焦的能量。啊，讲到瓦，我们要讲一个事情，叫做。几度电？家里用我一天用10度电，一度电是什么？什么叫做一度电？什么叫做一度电？你把它电度。一度电，用电用一度嘛，一度电现在目前大概几块钱？3块。大概3块钱 ，OK， 一度电3块钱。好，什么叫一度电？1焦。1焦啊？1000焦。1000焦啊？一度电就是1焦吧，哇塞，那很贵喽。1000，只是把1公斤，把1牛顿的力，用推1牛顿的力，推1公尺就是1焦了。好，这是刚刚我们冠名的定义哈。一度电我把它真正定义告诉你们，一度电的意思。1000分之1焦了。什么？没有，我乱猜。不要乱猜，你没有意义乱猜嘛？你抢在前面猜，如果猜对，我们了不起啊！猜错嘞。没有意义啊，不用猜嘛。什么一度电？1k瓦用1小时，就是一度电。好，那这是多少能量？1k瓦是多少？1000瓦。就是1000瓦，对不对？好，1000瓦。1000小时。60分钟。60分钟。所以6000。还有嘞。6万。360。再乘以60秒。对不对？瓦是什么？瓦刚刚是讲过了，是1000秒分之焦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把秒跟秒约掉，这是分钟嘛，这是秒嘛，对，所以乘起来之后有多少秒？是3600秒。对，这秒就跟这个秒约掉了，所以等于什么？等于1000乘上3600，等于
3600，再三个零。360万。焦耳。所以这是一度电。没有。好吗？这是一度电，一度电是这么多焦耳。啊、哦，所以假设我们今天把这样的电卖给冠廷的话，我们可以卖，就可以赚了3,000,000,100,000,100,000,360,000倍。好、哦，本来3块钱的电就变卖给他，可以卖到3000，可以卖1000万左右。OK， 好、哦，差很多哈、哦。所以在换算的时候，这东西很重要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在前阵在讲核能电厂反核试的时候，有人举了个例子说。德国做了一个高速公路，上面都铺了太阳能板，它的发电量是等于几倍几倍几倍的这个核能电厂，结果证明它中间单位弄错了，少了好几千倍，好，不是好几千，好几万倍，是少还是多？少了，实际上没有那么多，它估错了，它变了很多，它就等于好几座核能电厂，实际上一座都不够、哦、所以这是估计错误了。那目前来讲。其实绿色能源的部分也是目前很大的一个议题，到底什么是？这修理上次不是说什么、那个核能跟那个一般的发电哪个比较好？你不是说核能的话，不是说那个铀矿不是都会在散发辐射吗？对。可是我就在想说，那铀矿在别的国家，台湾没有，不产铀矿这东西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们本身就不会有辐射啊。然后呢， 如果在这里看，我们是从别的国家进口进来、所以我们原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是，对吧？当然我们在讲的是巨观以地球来看，不是看以局部的地方来看。就是说为什么核能比较绿能，是因为它对地球来讲没有额外的负担。而且你可以这样想，假设发生核电问题的话，那在别的地方发生也是别的地方问题。可是我们在你这里盖的话，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都有问题。可是简单来讲，是我们没有能源啊。你要买石油，要买各种东西，都是一样的问题啊。你比如说现在。为什么台湾的酸雨非常严重？因为台湾很酸。台湾为什么很酸？因为台湾很容易嫉妒别人，所以酸溜溜的。酸葡萄。酸葡萄不是呢，台湾为什么雨很酸？你每次下雨都要面。蒸汽吗？不是蒸汽那个。台风对。台风太多。我当然知道酸雨啊，为什么酸雨？二氧化碳。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很多嘛。为什么二氧化碳排放很多？因为我们用的石化材料很多，那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在火力发电厂。它烧煤炭。宇龙，你刚很激动是怎么回事？没有，他疯了，他说他以后不回答。OK。所以你在问你报，所以宇龙你叫宇龙吗？对啊。不回答。好 ，OK， 好。来，那个这是功率的部分呢，再解释一遍啊，记清楚了没有？记清楚。记清楚了，功率什么意思？记清楚。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功。OK， 非常好。你知道讲那个什么声音？谁在讲声音了？等一下啦，薛老师，你先讲声音呢。先讲位能，先讲声音。先讲声音好了。声音是那个哎、欸，这样我要这边控白哦。对、啊。好，声音，我把声音的部分做个结束哈。要听你的话，我这边也是空白。好。听你的話。我们听到声音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结果？比如说我听到钢琴的哆、吉他的哆、小提琴的哆、大提琴的哆，如果同个音阶来讲的话，这个哆都是哆，那为什么听起来感觉不一样？接触面积。不，接触那个不叫介质。介质什么介质？是空气不一样吗？不是，音箱。是什么不一样？是音箱，还有嘞？就是要讲音箱。还有别的啊，还有别的啊。那个它波动那个。结构，波长吗？对。好，这叫浪打哈。浪打指的是，譬如我们就声音来讲嘛，譬如所有的介质、所有的不同的乐器，它所发出来的声音都透过空气传给我们耳朵嘛。对。我们空气耳朵会听到哆这个音，主要是来自于它的什么？哆瑞咪发嗦拉西哆。差别是在频率对吧？走音了。频率啊，在于频率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钢琴的哆、小提琴的哆、吉他的哆，频率不一样。不一样，频率一样。频率一样嘛，但是音色不同。音色不同，所以频率跟音色到底差别在哪里？既然频率一样，我们讲过空气的
因素也是一样，就同空气，同空气之间因素是一样的，所以因素一样的情况之下，因素频率也一样的情况之下，声音的速度，它的波长就是一样的。好、哦，波长半长没有变，差别在哪里？好，差别在哪里？看一下哈、哦，譬如这是正常的一个正弦波，哆，好，小提琴的哆可能是这样的。我们还要这种波，波形不一样。嗯，钢琴的哆可能是这样子。OK， 为什么这样子？波形，这叫波形不一样。我们每个人讲话声音也这样，我的频率可能跟你频率没差太多，但是我的声音跟你声音变有厉害的，一听就说啊，这是志杰的声音，这是啊，这是陈佑的声音，这是啊陈佑的声音，这是修的声音，就是不一样。为什么会有音色的不一样？因为每个人震动的地方就会有很多东西在震动，你不是只有啊，再讲一遍。听风者。听风者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好，振宇，哎呀。我很担心你再睡下去，下堂课真的就我都听不懂怎么办？你要起来啊！真的要起来，好不好？真的想睡了。然后我就会像五月梦一样想大便。好，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。老师，我要去厕所。OK， 好。可以，如果真的想睡觉，可以站起来听，好不好？好。站起来听。我们事实上补课的波都是加成的哦。所有波都是可以被加成的。我给你举个例好了，我现在这是个水，我呢这边有个波过来了，啊，这波过来了，往这边走，我另外波呢从这边过去，要嘛一起变大，要嘛一起抵消。OK， 你知道嘛哈、哦？所以当两个波撞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高的跟高的在一起，它就变成这样子。高的跟低的在一起，可能就变成这样子，平平的。是平衡。啊、哦，好了，那我再夸张一点。假设我这个波不是这样子，我这个波是这样子。波平衡。好，这波跟这波加在一起变成怎么样？会变成平平的。哦，就不是了，就会变成。其他的会不会抵消？有些底下一点点，有些底下很多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如果这是大波的频率跟小波频率不一样的时候，假设这个波是这样的，什么？频率跟波长不一样的时候，那就会抵消。加在一起变什么？会啊，我把它加在一起了，把那波移过来。好，我把它加在一起，加在一起又变什么？你看哦，来看哦。好，这一点，哦，哇，这边没有画到。好，这一点呢，如果黄色在这边，白色这边，就它正常会在这边一点点。这一点呢，在这边，可是它白色上面，就它回去一点点。这一点呢，再下来一点点。这一点呢，会再多一点点。它多的跟多的就会更多，多的跟少的就会抵消，少的跟少的就会更少。这样清楚意思吗？哦，叠在一起之后呢，会变成这样子哦。这个跟正负号很像。它会叠加在一起。所以看到这样的水波就这样出现了。但是那个水波比较不容易，水波比较不容易这样。浪会有可能，因为浪在不同的深度的时候，它的频率跟波长是不一样的。那比较小的波长会被拉长。比较小的波长会拉长。不是啊，你看这边说，这边白黄色是一个主波，是一个主波。红色的呢，白色的是小波。这个小的波会加在那个大的黄色的波上面，会变成一个小的一个干扰。好，或者我们叫杂讯，或者是叫这一种。可是，嗯，你看小的波应该波长会被拉长。不会被拉长。不会，所以小的波会变多。要不然它怎么布满整个黄色的？就是怎么布满黄色的、啊？不知道，因为我是说照明那种，
它比较高的地方，然后就把它垫到下面比较高的，就是那个一整个完整的坡，它在平面上只要是这样的距离，但是在斜面上可能要。啊，我们都是以跟 x 轴，跟 x 轴取距离，我们的波长都只是这个距离，不止这个距离，这不叫波长。哦。OK， 好，这不叫波长，因为它波的传递方向是往这个方向，哦，所以波长指的是这个方向的距离。哇，哦，好难啊！好，我懂。好，我们再讲那个什么，听到了不同的表现。好，那这就是一样啊。所以每一个音箱，每个发音的装置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微小的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它上面的附着附在上面的小的这个坡会不一样的形状，这会造成音色的不同，知道吗？对，啊，乐器也是一样啊。你这个音箱弦或者是锣，它所敲的东西不一样的，它这上面小的坡会不一样。但是我们主要听到的这个大的音的频率是来自于大坡。所以大部分都是哆，你听到就是哆，不管是钢琴的哆，或者是音叉的哆，或者是小提琴的哆。所以文高怎么写？哪一张？这是那个坡的特性啊。我们听到声音不一样的表现，不一样的表现主要是每个声音都是由不同的坡所复合而成的，啊，不同的坡所复合而成的，这是一种复合坡。心跳的声音也是一个坡。心跳的声音也是波，是这样。哦，对啊，没有错。所以你看，哦，你看心电图好了，刚刚那个冠霖拿心电图，你有没有看到心电图长这样子的？噔啦，噔啦，噔啦，有看到心电图吗？有没有？没有吧？哪有心电图这么漂亮的？不可能啊！大部分心电图不这样的，噔啦，噔啦，是啊，噔啦，对啊，大部分都长这样的。它会有一些，你心跳在跳的时候，你会有瓣膜也会跟着动啊，所以跳起来本身一个大波，可是瓣膜可能这边有个小波，所以瓣膜跟心跳的波会两个加在一起，会变成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波，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子。难怪心跳停止了变平线。这跟那个两件事吧，没有关系啊。心跳停止是所有波都停止，所以它变平的。可是这个复杂的波是来自于你心脏的跳动，不是只有一个东西在跳动，是很多东西在动，所以我们聊到的声音会很复杂的一个声音，会很复杂的一个电压。你有事情要说吗？那我就可以了。OK。哎，你说每个声音都是由不同的什么？不同的波啊，不同的很多的波所复合而成啊，是一种复合波啊。好。好，那声音的三要素，我们讲说响度、音调、音色。什么是响度？响度。响度不是响吐，好不好？响碎不是响度。什么是响度？振幅大小。它有多响？振幅大小。振幅啊。不是。啊。这个是振幅哈，振幅的大小，振幅大小代表的强弱，因为这样子。振幅的大小。这样看，仔细听哦，仔细听哦。这个声音的频率，跟这声音的频率一不一样？频率不一样。音调。频率一不一样？音调是一样啊。频率是一样吧？不是，你不要管我。好，那我这样。频率一不一样？一样。频率一样嘛？那，啊，差别在哪里？声音大小吧。大小嘛，那就响度，那就响度，啊，那就响度，响度就是振幅的大小。啊？振幅啊？一个什么？金。一个金，对。在金口铁。好。响度是这个，来，那个音调呢？音调什么？什么是音调？音调。音调是频率。音调的频率，音调是它的高跟低啊。对，音调的频率啊，频率有个高跟低啊。谁有尺可以借我尺？Yeah, thank you。我不想用那个声音来唱。有差别吗？有。有差别，这就是
音色哈、哦，啊不，这是音。音色，这不是音色啦，这是那个叫做音调。音调。这个我难弹，是因为这个太，这个、频率太高了。啊，如果有钢尺会更好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这频率不一样。对不起，我手上都是米味。来，谢谢。啊、哦，那好了，接下来是什么是音色？什么是音色？复合波就是音色哈、哦。以不同的频率、不同的波长的波复合在一起之后，它就变成复合波。就是音色哈，所以音色就复合波，是一种复合波的表现。好，那什么叫共振？介质比那个波，你要去看光电才知道。频率一样的介质，频率一样介质，然后会怎么样？然后借由空气传。好，共振现在简单的讲就是有人荡秋千，他一来一回，一来一回。那我这时候呢，我配合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让他推一下，推一下，推一下。我推的频率跟他频率是一样的时候，或成倍数的时候，比如我推一下，他晃两次，会产生共振，然后我就再我再推一下。我每次推的刚好就是他准备要往前跑的时候，这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形？叫共振，它会越来越荡越大，越荡越大。我们又在荡秋千的时候，你有记得你以前小时候荡秋千，你坐在荡秋千上，你用什么情况来让它荡起来？用脚。用脚，对，脚是前后摆而已哦。脚前后摆，当你的频率跟你身体摆动的频率是一样的时候，是不是就自然会越摆越大，越摆越大？嗯。那是一种共振。而不太可能啦，因为我们还是有摩擦力。当你后面的共振跟它的摩擦力形成平衡的时候。你的产生的增量的力，它不会让它再增量它振幅了，对不对？可以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，你希望你有施很大力让你自己振起来吗？让你这样荡起来有很大力吗？没有嘛，你可能就是脚晃一晃，晃一晃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你脚很轻轻的动，它可以形成共振，所以频率相同的东西会形成一个共振。所以曾经在金门大桥，美国金门大桥、军山金门大桥，对。他们也是台风在吹的时候，发现说，哎，台风在吹，竟然那个风的频率刚好不小心跟那个桥的共振频率是一样的，桥的频率，桥本身会摆动，就惨了，就越摆就越大，越摆就越大，越摆就是大，越大，然后就断掉了，桥就断掉了。所以后来规定说，在设计一个桥梁的时候，那个支撑架，频率不可以一样是不是，支撑架那个桥墩啊不能刚好等同于它的频率，就说，假设这是一座桥，桥我们在走的时候桥会晃动，会不会有像小幅度晃动？有。啊，这个长度呢，不能刚好等同它波长的倍数，等同它波长倍数的时候，刚好这一点跟这一点就会形成一个驻坡。什么叫驻坡呢？驻沟。应该找，我们没有弹簧，好，这里。要爆了。这样子比较助坡哦，我如果在中间。不要让它变成完整的坡。对，不要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坡，半个坡，你不能是半个坡，半个坡也不行。如果这样过去，它再晃开，这样也不行。这也算是一个完整的坡，它会再持续在那个坡，会越荡越大。所以通常我们会做桥梁会打断，就这边有桥梁。另外桥梁不能在它等倍数的地方，会再多一点点的地方。另外一个呢，就不能跟这个一样，会稍微少一点点，要去破坏它的共振频率。哦。啊，这样子桥就不容易断掉。难怪桥是一节一节开。桥是一节一节开，但是这个长度实际上不会刚好等长，不会刚好等于这个桥的这个共振频率啊，这是要考量的。很累很累啊。好了，那什么是噪音？What is noise？ 很吵。Noise， 很吵，对，什么声音？就是复合波。复合波都是复合波，你讲话也是复合波啊。就是啊啊，我都懂，喵喵。就是这样。是吗？那是很吵的噪音吗？你不觉得吗？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听到。OK， 好。简单来讲，噪音就是你不喜欢声音就叫噪音。你只要不喜欢声音就叫噪音。
同意吧？同意。好，就不管就用别人像某些同学喜欢听什么初音的音乐，听起来我就觉得很吵。哦，为什么那么吵？我真的啊。可是我听民歌老歌的时候，可能有些同学说，哦，拜托，那个声音好难听哦。不是，我不会觉得你听民歌老歌的时候难听，我会觉得你在跟着唱的时候难听。这什么态度？这什么态度？说实话的态度。哦，好。所以我们噪音上简单点，就是不喜欢听歌唱，那怎么防止噪音？戴耳塞，一个戴耳塞，戴耳机，戴耳机，听自己想听的音乐，自己想听的音乐，闭起声，隔音设备，隔音设备，嘴巴，啊，把它洗澡，也跟着唱，不然你要闭嘴就好了，把它眼睛干啥？那其实刚才讲那个东西是说，那个有人念诵经，诵经的声音，或者是说有些那个叫做敲木鱼的声音。那边就咚咚咚咚咚，敲木鱼怎么会当？对不起，敲木鱼咚咚咚咚咚咚。奇钢鱼哦。那当当当是什么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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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？谁要你了解一下什么是当当当？问一下爸爸。频交对共振不差。共振啊，就是频率相同，频率成倍数的时候，它会不断的被加成啊。就它的，比如你可以举个，你可以看有个事情是这样，就是说，有人不是拿那个。拿玻璃杯，你去摩擦玻璃杯的，它的声音又整个拉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在摩擦，它产生的震动跟这个水杯里面那个共振频率是一样的，你这个声音会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你振幅会一直不断的被拉长，振幅越来越大，所以呢，在摩擦的时候，它会砰，肯定破掉。哎呦，那么厉害！有可能吗？我一摸就破掉。可是你要摸很久啊。对对对，那个。破掉的不是某一某破掉，是有一个高女高音，她拿那个高脚杯，哦，唱到破掉，她用声音去让高脚杯形成共振。哎呦，因为她的声音是个波嘛，是个声波，对不对？声波会撞到玻璃杯，当你撞它的这个频率，跟它玻璃杯本身的频率是相同的时候，你就好像荡秋千，推它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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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你推它一下，那一下刚好等同于玻璃杯本身的震动的时候。它那个越震动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吓死人！大到那个玻璃杯没办法承受它本身的强度的时候，玻璃杯就能爆掉。爆掉！破了三个。爆了啊！对对对。啊！砰！那张，那个，我们找个影片是那个，我们找个影片是那个什么？《火影终结者》。欧格是。欧格是谁？有卡通啊，迪士尼卡通叫什么？黑绿色的那个怪物。还有一只当机还会讲话的。哦，那个。史瑞克，Fiona 不是一开始出现，他不是对着一只鸟唱歌，唱条件，唱那鸟唱啊，那鸟说嘣，鸟就爆炸。我有看啊。史瑞克很好笑啊，不是吗？老师，又不看《丁丁历险记》。没有看《丁丁历险记》。他那里面有一个人把那个什么。什么杯子，什么酒瓶，什么，然后人家的眼镜都穿破。哎，拜托，他还有那个喷水把一只鸡烘成烤鸡。对啊。然后那个，然后砰，那变成烤鸡。对不起，没看过 ，sorry。那你去找丁丁。看看我厉害，你看我厉害。看第二，超好笑。蛮久以前的经典。是。不是。作业。其他的。你找谁来问我吧？课堂上现在讲进度，你在跟我讲，问问题，不行。你看我厉害，我以前。好，那个没有，进度没有讲完啊，我先讲一下新的进度。好，那个接下来讲那个能量部分。哎，陈玉，你可以要起来了。哎，我能量那个单元的。哎，我刚才问的是能量。好。你要把那个，53分啊！53分啊！还有7分，还有6分钟，57秒，59，54分钟。哦，不要这样子逼我。没有，没有怎样，我只讲说还有6分钟。好，我们那个能量部分上就讲到，就是说。
哇。Energy。动能跟什么物理量有关系？讲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动能跟什么物理量有关？讲过了没？哦，我知道，动能跟什么物理量有关？动能啊，你说这个动能的话，指的就是有运动的才有动能嘛，如果没运动就没有动能。哦，跟速率。跟速率有关，跟速率有关，那是让平方成正比。那它跟什么有关？质量，跟质量有关，非常好。所以它是跟两个物理量有关，还有跟摩擦力、地心引力、万有引力。那我们怎么来证明这事情？上都讲过嘛，从未能来解释，记不记得？未能，未能啊。动。坐下来。好，一个物体，来廖成玉，廖成玉，起来。我一个物体从一个地方掉到地板，这个距离假设是 h， 我掉下来了，我掉下来之后，它是把所有的位能 u 转换成什么？动能，全部转换成动能嘛。在落地前的那一刹那，是不是速度最快？对。哦，那你把所有的动能、所有的位能转换成动能，所以理论上。就能量守恒的原理来讲，我在这个东西没有额外加上任何的力，没有加上任何的能量的时候，原来的能量就等于同于后来的能量，它能量不会无中生有，也不会无中消失，叫能量守恒。好，那什么叫质量守恒？什么叫质量守恒？质量守恒就是物质守恒。对，质量守恒。什么是质量守恒？就是物体在一个秘密的空间中，它们。不会减少，不会变多。OK， 任何一个物质也不会无中生有，也不会无中消失。好，但是能量守恒跟质量守恒被谁打破了？被牛顿。错，爱因斯坦。被爱因斯坦打破了。爱因斯坦提出一个相对论之后，他证明他理论上证明，质量跟能量是可以互换的。嗯。质量跟能量可以互换的。所以叫做质能互换。质能守恒。对，不是质能守恒，这叫什么？实际上，严格来讲，它遵守所谓的能量守恒，只是把只做的质量看成能量的话，那就是只都是能量守恒。好，那所以物质守恒定律是错的。物质守恒定律，当它的有牵到的质能互换的时候，就是错的。譬如说，在核电厂里面的反应，它不会遵守质能质量不变，不会，因为它把质量变成能量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刚才讲过这个。他从那边落下来，从那边落下来的过程当中，他受了什么样的加速度？重力加速度。重力加速度多大？用代号。重力加速度。g 对不对？重力加速度是 g 嘛？是不是 ？g 等于多少 ？g 等于 hv。g 等于多少 ？g 等于9.8。我们是9.8。这是证明出来的，我们现在可以做证，我们现在做实验来证明。哦。现在来跟我们做实验来证明这个。Yes, we can make, we can do experiment. We can do the experiment. 对 ，we can do experiment. 我们可以证明一下这个 g 是9.8啊。那我们先不管它 ，g 是9.8，我们代号就好了。那是又。又。你要不要把二哥叫起来？把二哥叫起来，二哥起来了。二哥起来，好 ，OK。好 ，g 是9.8，它距离是 h， 请让它落下来需要。怎么了？你继续吧。我们的能量在这边 ，u 等于 mgh， 对不对？这是未能，有问题，刚刚讲过了。有讲过。有问题？没有。没问题哈。那我们想知道是这个东西可以转换成什么？我们如果把 gh。部分有没有办法用一个速度来取代？9.8。速度来取代，用速度来取代。所以我们想一下 ，g 跟 h 有没有办法用速度来取代？好，我们先想一下，假设是一个 vt 图，它落下来的距离是不是这样子？这面积多少？假设落下来到底了，碰到了，经过 t 时间到底了，碰到了。所以这个面积是等于 h， 面积等于 h， 嗯，有问题？啊，好 ，vt 图所经过的面积是距离嘛？记不记得？这学期开始讲的、啊。嗯，应该
我在想什么？在想什么意思？好，有个东西物，有个物体，它以 v 的速度前进，经过个 t 时间之后，请问它所经历过的距离多少 ？vt 是不是它的距离 h 等于 v 乘以 t， 对不对？这是等速度运动啊，等速度运动嘛，速度没有改变，有问题？没有。同样的，假设这是一个加速运动的话，我们是从速度为零加速到速度为 v 的情况之下。那它的这个斜面积，也就是它的所经历过的距离是多少？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是 h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面积是 h， 那面积怎么算？四分之一，二分之一 v t， 有问题？那 v 是多少？ v 设 v 为一。好， v 是多少？v 是等于 v 等于 gt， 对不对？小雨，你有听到声音？我听到声音了，下课了啦，好吧。我在这里非常的开心，因此立刻。好，下课。跳不起啊！跳不起啊！你规节课拢在困，跳不起啊！